世外高人的感觉，咱可以在这块拍一段打戏了，我觉得。巅峰对决，华山之巅，温泉悄悄侠，等着一群鸭。哎哎哎！我是厨艺节目优秀毕业生，竟然真的有一种莫名的好吃的感觉。5月20日晚9:20，安徽卫视《养乐多觅食记》第3季，敬请期待。